取水晶液入假液杯中。准备白色和粉透水晶粉。用水晶笔蘸取水晶液。取白色水晶粉聚合成水晶假肢球。放置在纸托板与自然假衔接处的纸托板上，使用水晶笔轻拍塑形。制作法是水晶假灵魂的象限处。用笔尖勾画象限，取白色水晶粉补 A 点 B 点，注意等高。取粉透水晶粉分三笔补出甲床。在未完全硬化时塑形。侧面C 弧，正面。学习专业美甲请关注王新宇老师。